来了，这个赛元是宋石流赛元，我操！韩服纵石局有一个人是玩宋石流赛元的，来了来了来了，这个人。对面是林问祥吗？对面辅助，哎，好像是林问祥啊。哦，红开抓下，红开抓下，红开吧，红开吧。 哎，别别别别别！那还是红开吧，哥们，红开抓下。哎哎，这下路，这下路。什么意思啊，这个？啊，钱好尴尬哎！因为每次回家有1000多，好像不知道要出啥。 他没闪，哎，他不是死了吗？这个，nice， 宋石榴赛恩来了，兄弟们，你们看，你们看，来了来了来了，宋石榴赛恩，我说了吧，这个人就是这样玩的，来了来了又来了，滚！ 滚！ Monkey Monkey Oh Monkey， 韩服第一 Monkey， 我是 Monkey， 你是 Monkey， 我们都是 Monkey。你没人。 别刷 W 不行，他没想，随便杀，随便杀。这个真的是宋石榴赛，你们看到没有？怀到这个人没赢过，这个人玩宋石榴，然后我是一直在送，两个人在送这个游戏到底怎么赢？哎，对面上路怎么挂机了？对。 这个人肯定会推，这个人没有脑子。有吗？<笑>这个人以前就是不管死不死的就一直推他。哦！被他撞死了。哦！这个。 我操！这人不是以前不是这样打的呀？炼金关猴子，猴子不能吃肉。哎！他去了。 你进去啊，大哥！完了！奋力者回血，变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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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他掉线了，掉线了，他肯定是掉线，不是挂机。 哦，四楼 DADC， 完了，宋石榴三元来了，完了，哥们，来了，宋石榴三元来了 ，SSR 密的，哈哈哈哈哈，哎呀，林伟翔，不错不错啊，四一楼 SSR 密的，四楼 DAD， 对对对。我自己命运，现在我去收拾那些败类，不是每件事都有明摆着的理由。 嗯，啊，对对对，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哦，
啊，你这个人能不能去我对面呢、啊？这个送死刘三元，哎，我真不想排到这个人。你把三元办了，不就解决了？是的，我把三元办了，他应该会不是送死刘，他就会送。送死刘就变成送。没事，上把赢了他，我赚了。我操，已经没药了。算了，别单杀。OK，宋慈流又来了，宋慈流两击就开始了。我真的很好奇，这个人为什么这样玩还能在这个分段？挖掘机来了，我觉得保护一下，保护。哇，这个挖掘机刷上面三组，在这里等了1分钟，我操！你爸爸真多 ，Brian。上路，你们现在知道为什么我说不想排到这个人吗？滚！在哪里回家呢，宝贝？你们看，这兰博贼聪明的，他知道这个三元会送人头，他直接戒指出门，他已经4层戒指了，他很聪明这个人。我下次这个人在我对面的话，我也出戒指吧。我往路线也是出戒指，反正这个人三级必死。他这没，你们看，他故意这样玩，贼烦这个人。走位，走位，走位，走位！我的妈呀，这个人！